台北市宣布4月22号开始，国中、高中、高职，不管是公司立连放4天假。因为呢，113全中运开跑，不少学生把握机会出国玩，而这次停课却不包含国小跟特教学校的学生，因此引发家长的抱怨。而对此，市长蒋万安回应说，这次的假是补假，希望可以鼓励学生多多观赛，帮学手打气加油。而校方也表示，所有课程都已经提前补进度，不过行政人员还是必须要照常上班。奋力一跳掌握平衡，选手在场上力求最佳成绩。113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开跑，众多好手齐聚一堂，拼高下，个个绷紧神经。但全中运开始，却让不少学生放了美好长假。原本应该是上课日，但北市高中通通没学生。全中运台北市宣布4月22号到25号停课，包括国中、高中、高职，不论公私立，一次停课4天。社群网站上出现大批发文，定了闹钟睡过头，但不紧张，因为我是台北高中生。也有人说，全台北高中生都出国，发问没出国的台北高中生稀有吗？我觉得这次放假其实算是段考前的一个缓冲跟休息，可以聚精会神的准备段考，也可以让心灵感觉到比较放松。我觉得还不错，觉得这个假期蛮不错，而且大家也可以都很多人都出去玩了，我是一直没有出去玩的，就是我有一些补习什么。学生乐得有假放，不过家长抱怨这次停课不包含国小特教生，政策不同步。但其实这假可不是从天而降，所以所有的课务都已经补完了。行政单位的规定就是在第一周的时候呢，学校都是全天候的上班的。其实之前我们都已经让学生补课。那这一周我们当然希望同学能够踊跃进场观赛全中运，那如果有机会我也会到现场去看比赛，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同学好多多的来给选手加油打气。全中运使用场地集中国中高中，工作人员也都是国高中学生，老师人员负责。北市国高中生早在1月底就提前补课，比其他县市晚一周放假。台北高中生先苦后甘，突来的连假也成了另类小确幸。记者黄嘉伟、张成俊怎么报道。